爬梯。我妈露营，我们来到梨花女子大学。怎样啊？我有点歧视。梨花大，梨花什么都大，真大，梨大，校园大，校园大。梨花大。我必须要检查一下，你是。这真的是很干话团呢。交换生可以去女子大学。可以啊。我靠。那就。我们没有谁检查。那就。交换一下。可以啊，交换。哇。超美的。你也可以去啊，帮你一下，黄美啊。你要不要去跑跑？啊，拜拜。